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成功路二段的大家卤味，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，感觉还不错，那就试试看啊。啊，你好，我要一份大肠跟北极贝，北海贝啦。先这样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要中辣，谢谢。蛮大，那小辣好了。我等一下给你啊。要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感觉台面都蛮干净的啊。在直播吗？可以吃播的。算是好，谢谢。多谢。好像是新开的店家嘛。开两年了。开两年哦。好。加油。好，那就漂亮老板娘加这个帅气的老板啊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那老板跟老板娘都蛮风趣的哦。好，这个卤汁还蛮香的啊。那这个店算是加盟的吗？对啊。算加盟，这样。但是我们越到下个月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收店。怎么这么巧？点，妹不用绑，我就直接吃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就品尝看看，这样太可惜吧？我们想做看别的。这样。对啊，因为也没有试过，不知道。加油。好，那这个是全部菜单。好，那现在试试看了啊，因为只有塑胶袋，那尝尝看好不好吃啊。那老板娘说可能下个月就收店了，希望他们顺顺利利的啊。那假挂买。大肠还卤得蛮香的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口味不错。并不会过油。好吃。虽然没有常见的酸菜啦，但是吃起来口味还蛮不错的，蛮香的哦。然后大肠有保留住这个肥滋滋的感觉，那我觉得是满分，好吃。就看各位朋友们尝尝看，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好赞哦，这蛮平实的啊。好，口味相当不错了哦。那老板跟老板娘也都蛮认真的，就希望
店家继续加油下去。好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嗯，刚刚没有进去一排哦，还有戴手套些，所以还蛮干净卫生的。好，再来就到这个很久不见的阿胜鲜鱼汤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。而他们有新产品。生意好到爆炸啊！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，好，一样是非常的忙碌哦。好，那我就点这样。好，那这边是很好吃的小菜。好，店家一样非常的忙。好，那就吃吃看这个卤萝卜，还有豆腐跟这个萝卜哈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嗯，哦，它卤蛋就卤得香喷喷、香喷喷的啊。好，它这个卤豆腐真的超香。那有来推荐常常看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啊，这个是白萝卜，然后个人很偏爱白萝卜，啊，这卤的很入味哦，还有那个柴鱼的香气啊，真的很棒。超好吃哦，赞。相当相当美味啊！啊，这个卤豆腐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，真的很棒。嗯，真的非常美味啊！小吃都做到了极致的感觉，真的很棒。哦，虽然只是豆腐，但是吃得出店家的用心，每一口都很美味哦，入味然后又好吃。从背景你就可以听到店家有多忙，那口味真的做得相当的不错哦。超好吃啊，赞！也很推荐各位朋友来吃吃看，吃到会觉得非常的满意哦。这个这一道跟白饭其实也很搭啊。再这个就是店家新的料理啊，梅花饭、梅花肉饭啊。饭啊，煮得相当的好哦，跟这个梅花肉片啊相当搭配。嗯，超好吃哦。哦，它这个酱烧制的味道真的非常的好哦，很下饭。甜甜香香，甜甜香香，真的相当美味啊！赞。我再配上芹菜哦，让这一餐就营养非常的均衡，赞。
那没看到那那那片的都帮你加号，好不好？这一块给你收。嗯，好，超级好吃，赞。啊，这应该是菠菜了，应该不会口误了啊。菠菜加上这个木耳，好吃。相当营养均衡的一餐，那我觉得是满分，真的很棒，好出来啊！再是这个酱烧鱼肚，当当当，第二回合现在就变成了鱼肚饭啊！它这鱼肚色泽看起来多漂亮啊！新鲜就是王道，超好吃，而且是无事的。哦，鱼肉很新鲜细致，这样。是有小小的刺的，就是尾巴刺，要小心吃，只有一两根刺而已，然后鱼肚非常的新鲜，然后这个肥滋滋鱼肚吃起来真的很美味，赞。简直上就吃得非常的满足哦，不论是梅花肉跟鱼肚都非常的美味啊，赞。哦，最后是鱼丸汤，好，汤头就很清甜，每一道每一道都非常的棒啊，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样样好吃美味哦，真的赞。好，那这个是电影的新的产品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哦，都很美味。好，那刚我吃的那个酱烧鱼肚真的也是超级的美味哦。好，认真又美丽的店家啊，因为那个老板娘很漂亮啊，那各位来就祝您用餐愉快，拜拜。